年以来，其实他都是一个心很细，可是外表大咧咧的人。这一刻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心里很怄吧？我怎么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了？就觉得龙哥是很开朗、很给人家能量的大前辈，所以就是来自于。相验完毕，那认定死者是因为疾病的原因死亡，那家属对这个也表示都没有意见。进去看的时候，龙哥那时候已经开始反而坐在那里，可是已经没有知觉了。那昨天还有拍他的戏，现场能看到他也没事啊。太突然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啊，这个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哎，我想到就很难过。答应这个粉丝，角头山我一定会参加。